阿 Jam 陪妈咪懒理林又家，过亚视又总动员。寻日钻石山举行活动，个个都熟口熟面，但净系得嚟做感动大事阿 Jam 先噏得出名咋。好感动啊！我阿妈日日走嚟我屋企煮嘢俾我食。吓，男友林又家有冇为你做啲感动嘢啊？好似你哋上年被狗仔队撞破嗰阵呢，佢讲嗰句对白都好感动。边句？佢讲话佢咩？佢唔系咩艺人，佢只不过中意音乐啊嘛。咁佢迟啲嚟香港开 show， 一定要去探班听下歌啦。边套嘅？唔小心咁系我阿妈生日嗰日。咁你即系点食佢？系咯，咁我哋梗系以我阿妈为重啦。哇！咁即系唔去啊？佢話嗱，大家傳下傳下，咁又多啲神秘感，佢又覺得開心啲嘛。佢話佢係賭神啊嘛。哇！又係賭神，又係歌手，佢咪好巴閉。